来欢迎于文文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文文。我们的礼物呢？我自己就是个礼物，我没有带礼物。把头发拔下来，一人一根啊！我毛太少了。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，因为其实挺多都是老朋友了，然后也认识很多年了。然后之前还跟娜姐一起去了《乘风破浪》，所以这次其实可以换换合作合伙人。可以啊，泽哥他想去你那边，欢迎啊，就直接就来了，就直接坐过来了，太过分了啊！反正你们都已经去踏浪过了，就来我们这边一下啊。我们这边是山上，在浪姐里呢，他跟我还有那个静姐、静姐，我们仨是一家人。对啊，这是我爸，那是我妈，然后我是小灰灰。对，他叫小灰灰。对，我想换个寄养家庭试试看。我们这边伙食比较好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叔叔。寄养。对啊，所以欢迎到我们。这边还有很多的好哥哥在这儿。对啊，还有好弟弟。好的，我们谢谢文文。谢谢。哎，文文，你的猫品种是什么？有美短、英短，有短腿的吗？有很多短腿。对，我是两只短腿的，回家就是会想念它们，一直要贴着它们。养猫就是会变成猫奴，真的。那你们家养那么多只，不是铲屎很麻烦？对，所以你买电动的。电动的，我也是用电动的，后来。对